咱们家澡堂以前巅峰时期一天能有3个客人，现在一个都没有。这个人头鲶鱼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美人鱼，是奶奶和妹妹。那这狗和王八呢？是你啊！那鲶鱼和王八能是一家的吗？那我和你还是一家人呢？失忆了！别过来啊！不光是失忆了，他还被他家人给遗弃了。正好我收留了。你疯了吧？ 你敢这样，我报警！我告你，我现在就报。我衣服呢？小哥哥，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。我是潇潇，不是搓澡工，你也不是我哥。我要去看我孙子，我孙子是搓澡工。 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我们两家人就不说一下话了。你确实骗了我。你要带奶奶去玩的，你下次带奶奶。最后你们骗我，但我觉得这个人是真的。你就为了一个相伴，你这是在拆自家的台。 做什么不重要，一家人能在一起最重要。鲶鱼和王八能是一家的吗？那我和你还是一家人吗？兄弟，你还真有点当哥的样子。这话说的，我不是一向如此爷们吗？